尊敬的这位老师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上一节课呢，讲到呢判断善知识，判断这个善友都应该要有智慧来决断。那这我们当老师的人呢，一定呢要从学生呢的一生呢去着眼。应该去传道授业解惑。那现在的学生呢，他们非常缺乏这些做人做事的引导，所以内心比较空虚。孩子的内心越空虚的，就会想要麻痹自己，而染上很多不好的习性。假如孩子呢，他的内心呢是先扎下了孝道，扎下了德行，那就不可能去沾染这些欲望了。所以这个都是很关键的了。我们绝不忍心看到孩子内心空虚，然后沾染上这些很难除掉的坏习惯。在年前呢，刚好我们办了大学生的幸福人生讲座，有一个大学生呢，他上了课，上了四天呢，刚好他上台啊，跟大家分享了一段话。这位大学生说道：“说我给大家呢。”写一个方程式，这是我上了四天课以后啊的一个心情。他写的这个方程式，五大于22乘以365。这个五啊是指呢五天的课程，上《弟子规》啊，上中国文化。大于这个22啊，他今年22岁。一年是365天，所以他在五天所得到人生的启示啊，大过于他22年的这一个所学的这一些人生启示。所以学生不是不愿意学啊，而是我们有没有教他们呢？现在大学里面呢，忧郁症的学生比例很高啊。那个高到让我们很难想象，很多知名大学学生心理有问题，然后排队要看心理医师，结果一排队呢，都要排半年以后啊，才轮得到他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忧郁症啊，那也是新的名词啊。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呢，人都想着我该尽什么本分，都是道义的人生呢，很少有这种忧郁症。这个忧郁症呢，要不就是成长过程呢互相伤害，要不就是内心太空虚了，要不就是都求这个成绩啊，得失心太严重了，才会染成啊这样的后果出来了。所以现在的这一些社会情况啊，那真的我们细细来思考，都是心灵有问题啊，缺乏这些道德伦理的教育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当老师的要能够体恤到现在学生的痛苦。我们当老师要拔苦与乐，协助学生呢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能转凡成圣，这个才是我们当老师最重要的一个职责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师生关系呢也属于父子关系。那我们当老师的呢，也是这一份胸怀，就像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护。
那我们也无悔于我们这一生，会觉得很无愧于天地的。再来君臣关系啊，君人臣忠，那就能彼此无怨无悔了。那前几次呢，我们谈君人的部分呢，谈的比较多。那墨学跟长辈啊，也常常会有一些谈话的机会啊。我一位长辈就说到了，他曾经呢给一些很高的官员呢当门卫，保护他们，所以就看到呢这一家官员呢，他们对待守卫的这些警官们呢的态度，就可以判断的出来呢，这一个家要兴还是要败了。所以他们曾经看过，像孙玉璇先生，他们家呢后代啊挺好的。他们曾经去帮他守卫的时候啊，不只是这孙院长啊，他的孩子们出来呢，都是非常恭敬的对这一些警官，说啊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非常客气。那有一些官员的孩子呢，出来的时候就口气非常不好，你慢吞吞的赶快了，对人不恭敬了，对这一些下属们不友善了，这个家道就要败了。而且这个怨气呢，就慢慢在他们家就凝聚起来了，那好运怎么会到他们家里来？刻薄成家，礼无久享啊！对人刻薄，这个家道是会败的。这很多长辈都提到呢，他们以前的上司，确实都能体恤到下属。他就举个例子，说比方呢，他的长官呢，到了六七点了，那是已经下班了。他一定会安排他的司机说你先回去吧，因为他还要办公，但是都能体恤员工还有家庭，让他早点回去陪陪父母，陪陪妻子儿女，然后自己呢再坐着公车回去。我们想想呢，这下属能不能感受到这个领导人这一份体恤啊，那一定能感受得到，所以更能拥护啊这一个领导人，以至于有很多的这个礼品呢，刚好这今天刚好收到了一些礼品，这些长官非常疼爱下属，自己都还没拿回去呢，就分的差不多啊，都给部署了，一些奖金呢，自己也都很慷慨的，因为这都是大众的功劳，绝对还不是自己的功劳而已，所以叫让功于众。一件事情办成了，那是整个团队的努力了，怎么可能说是我只有我们的功劳？所以都能时时体恤到整个组织里面人的付出，都能去关爱他们，都能去照顾他们。这军人能够真正的视这个下属如自己的亲人，如自己的家人一般。那这个不只是说自己的下属，比方呢在这个各个行业里面，当律师也好，当医生也好，任何的行业面对同样一栋大楼工作的这些同仁们，我们也都应该要有这种爱护的心，平等的心。比方当医生，那很可能会有一些服务打扫的这一些女士们每天来帮忙，那我们当医生
是一份工作啊，他们也是一份工作，他们也在服务我们，所以都要常怀一个感恩的心啊，那可不能这个轻慢他人呢，对人呢没有礼貌，那也不行。所以有一位医生呢，他德行也很好，所以当这个女士呢来帮他打扫房间的时候呢，他都会非常客气，给他道谢，谢谢他，就长期都是这么做。有时候刚好呢，自己呢，收到了礼品了，他就顺手，你拿回去呢，给孙子吃哈，拿回去给家里人吃，都会布施啊，给，这一些帮忙他，这些日常事务的这些工作人员，就给他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位打扫的女士呢，就来找这个医生了，说你前几天啊，前几天呢，是不是呢？有这个丢了一包东西，因为这个医生呢在整理的时候呢，不小心啊把一笔奖金呢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，所以因为忙哈没有注意，所以把这个奖金都丢垃圾桶里面去了。结果呢，这位女士就很仔细啊，因为看到这个医生对她这么客气呢，她也很欢喜，所以也很认真啊帮他打扫，也替他设想，你看你替他设想，你恭敬他，他也会替你设想，他怕你呢会不会有一些重要文件呢，给搞丢了，不小心扔下去不知道，所以他还仔仔细细检查，结果检查到原来这医生把一笔奖金呢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，所以还把它捡起来还给了这个医生。所以确实呢，敬人者人恒敬，这个爱人者人恒爱之。所以像下属啊，他可能跟我们的时候呢都还没结婚呢，到结婚生子了，他的整个家庭状况啊在变化，他的责任也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时候领导能不能体恤啊，再安排一个让他能同时兼顾家庭责任、家庭生活，假如上司能体恤到这一点，那真的这个下属呢会终身感恩。那有一位长官呢，他这个比较刻薄，对下属呢不够恭敬，其实人跟人都应该有一份恭敬在，虽然我们是上司，那也要对他人的人格都要恭敬，对他人尽忠职守，他人的付出都应该是恭敬的，不能有傲慢，不能有高下才对。所以因为是公务单位呢，所以在写信的时候啊，都是敬贺，都是对他们很恭敬。结果这个上司说，还用敬干什么？用贺就好了。你看这个心态就不对了。那有一个他的下属啊，每天帮他开车，结果这个后来这个下属呢结婚了，但是帮长官开车啊，那得24小时待命啊，就很难顾及啊照顾自己的孩子成长啊，所以下属呢就请求上司啊，可不可以他调个职，让他呢比较能够兼顾照顾家庭啊。结果这个上司啊，不止没有把他调到好的职位去，本来在北部上班呢，还把他调南部去了。所以这个这样子做呢就太刻薄了，所以我们想到了孟子的一段话，君之视臣如手足，责臣视君
如负心啊。领导人把下属看作自己的手足一样，责臣事君就好像自己的心腹一样，事君如父心，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君之事臣如犬马，责臣事君如国人，就像一般国人一样没有恭敬了。君之事臣如土芥，责臣事君如寇仇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得出来了，下属怎么对待我们呢，跟我们上司如何照顾他们有连带的关系。君人啊，臣就能忠啊。所以我们能看待下属就像手足兄弟一样啊，那下属啊，看我们如父心啊，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所以很多的忠臣呢，那确确实实是奋不顾身的为领导人，好为国家。所以在这个晋朝啊，晋惠帝那个时候，有一位臣子啊，叫季少。这个季啊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姓。我们都听过这个竹林七贤呢，当中有一个季康啊，这个季少就是季康的儿子。那晋惠帝那个时候啊，刚好有人作乱，就河间成都啊两个王作乱，所以晋惠帝去平乱，结果打了个败仗，所有的这些侍卫啊大臣呢几乎都落荒而逃啊，只剩下季少啊守护在晋惠帝的身旁，就那时候都要智惠帝的性命了。结果季少就以身啊挡箭，所以当这个箭啊都射在这个季少的身上的时候，这个血啊喷到了惠帝的衣服上面。后来他就殉职了，身亡了。那后来晋惠帝呢也免于这场灾难了。那当这个仆人呢、要把惠帝的这一件衣服、拿去洗的时候，惠帝讲了，这个衣服这一辈子都不要再洗了、因为呢这个身上、留着这个少侍中、侍中是官位、也端算是很高的一个官职、这是少侍中呢他的鲜血，他的一份忠肝义胆所留下来的，所以我这一辈子呢都要记住他这一份忠诚，这个血绝对不要洗掉。所以这一些忠诚确确实实面对待自己的君王都是比自己还重要的。好，再来，君之事臣如犬马，责臣事君如国人。我们把下属当作这个赚钱的工具呢，让他们做牛做马都不体恤他们的身心啊家庭了，那他们跟我们之间呢也没什么恭敬啊感情了，时间一到呢啊马上就赶快走了，你要再跟我叫我再做一秒钟我都要跟你拿钱，就那整个君臣关系就非常的计较了，其实这样没啥意思，这样每天到公司里面人跟人都没有人情味，那也怪痛苦的，所以这样的工作环境我看长期做下来，可能大家都是癌症的高危险群，都做不快乐。君之事臣如土芥，责臣事君如寇仇，你非常轻慢，非常瞧不起下属，那他会视你为寇仇啊。所以很多开餐厅呢，这个餐厅，生意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下属呢没有好好爱护呢，他们的怨气就慢慢升起来，到最后在厨房给你搞怪了。搞得你非关店不可了，这样的例子还是真有。
所以有一群外国人呢、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啊，去参观一些工厂，他们先到了这个餐厅去了，所以餐厅呢吃的不好，所以这个外国人就想了，吃这样的菜啊，不值得跟这个老板公司干活。然后后来呢，又去参观工厂，看到这些工作的员工啊，懒懒散散的，不认真。接着他又说了，这样的员工啊，不要给他吃的太好。所以看吃的呢，觉得这个上司太刻薄了，然后看工作呢，觉得这个下属工作实在是太不尽职了。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互相的啦。所以我们为人下属啊，也要时时反省自己，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这一份工作啊，也要无愧于这一份工作。纵使跟这家公司的因缘变化了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啊，也要留一些好名声给人家传的，觉得这样的员工真是尽心尽力，很难得。在这样的基础上呢，我们的社会信任越来越好，也会越来越有好的发展。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一个缘分离开的时候啊，都要觉得坦坦荡荡。所以师父呢曾经有提过一段教诲啊，叫现代生活实则。我们面对生活，面对工作啊，能够时时呢用这十点呢来要求自己，来提醒自己。第一个，脑筋呢要活一点；第二，嘴巴甜一点，讲话别太冲；微笑露一点，说话轻一点，理由少一点，做事多一点，度量大一点，脾气小一点，效率高一点，动作快一点。好，我们做人也好，做事也好，都应该要精益求精，都应该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来把我们的这一份职责尽好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，脑筋活一点。这怎么让脑筋活一点呢？第一个，烦恼要少，脑筋才活得起来，不然每天烦恼一大堆，头昏脑胀。烦恼少，智慧就能长。再来，多请教，多跟一些有非常有智慧经验的人多请教，这些经验能承传下来，我们的思维啊，见识也能够打开，这个脑筋就能活一点了。所以那时候我跟一些教育同仁接触啊，还说你一些想法感觉呢，不像教书只有一两年。我也跟他们交流到，因为我还没有正式教书呢，就有遇到几位教学非常有经验的老师，有的都教30多年了，我们就很欢喜的去接受他们的这一些教诲经验。所以应该要站在有经验人的肩膀上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可以看得更远。我们的学习不可以懈怠，因为学生不等我们，我们早一点提升，学生就早得利益。那脑筋活一点，嘴巴甜一点。当然这个甜一点，不是去谄媚巴结，那就错了。是的，说话很柔和，人给人，如沐春风，因为往往，这个话太尖酸、太讽刺、太刻薄了，这个话一出去，搞得整个气氛很僵硬，那个人和都不见了，那就很不好了。所以这个说话是门学问，
那说话的部分呢，我们下一节课再来细讲好了。因为夫子讲呢，四个重要的学科啊，第一个德行，第二个就是言语啊，再来就是正事，如何把事做好啊，这里面有把事做好的这些重点关键啊，第四个才是文艺啊，才是这些才艺技能。嘴巴甜一点，那大家不要，今天现代生活十则读完了，好，明天去嘴巴要甜一点，好，然后没有从心里啊去欣赏别人，去看到别人付出，只一味的要学甜一点，然后给人家一称赞，又称赞的不是很得体，不是很恰当，然后又不是内心真诚流露的人，人家一听我们称赞呢，给我腿都软了，来，好，鸡皮疙瘩都出来，这样就不好。好，都是真正啊，能时时称赞如来，啊，打从内心啊去看到别人的善，看到别人的好，看到别人的付出，这样讲出来的话呢，让人家真正能感受到我们这一份诚意。啊，他也会觉得更有信心，啊，所以嘴巴甜一点，啊，微笑露一点，啊，所以面上无嗔供养具，啊，时时的欢喜待人，这个就是在供养大众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进佛门呢，啊，最早看到的天王殿，啊，中间弥勒菩萨坐在那里。就教我们要微笑露一点，所以微笑露不出来就进不了山门了。好，大家不要听完之后呢，待会坐车回去在公车上见人就笑，人家会说，哇，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。当然了，这个笑不一定是说要笑的嘴牙齿都露出来了，我们的态度非常的温和，非常的那种 一种亲切感，纵使是陌生人呢，见到我们都会觉得很舒服，哎，这个都是这个微笑露一点。再来说话轻一点，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同学朋友，哇，那个讲话真的像跟人吵架一样，好，你提醒他呢，你小声一点嘛，我有很大声吗？他都警察不到了。结果后来到他们家去，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家讲话都是这样。假如不了解的话，去他们家还以为他们家怎么常吵架，所以大声习惯的不好。因为在家里大声呢，家里人不觉得怎么样，问题是你到团体公司去的，人家不会这么想啊，人家会不能接受。所以《弟子规》说，尊长前声要低啦，讲话呢不可以太大声，这样显得呢不恭敬了。但是低不闻，却非宜，不能太大声了，那也不能小声到都听不清楚了，这个说话轻一点，理由少一点，还要勇于去承担，不要遇到事情做错了就找一大堆借口，甚至把人都拖下水了，这样没有担当啊，也很难受到团体的公司的信任。所以一有状况出来了，我们勇于认错，勇于改过，反而这样的一个态度啊，更能赢得别人的信任，因为人不可能没有 不犯错的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今天，假如我们犯错了，第一个反应是找理由、找借口，唐掩饰啊，真一孤。而真正有智慧的上司领导啊，他看人也有他的功力啦，
假如我们这个心态是时时推责任，时时找借口，那他就不敢给我们承担。那做事多一点，人啊，不要怕付出，不要怕多做，不要怕吃亏，多付出多做啊，给自己又培福，又增长智慧，增长能力。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啊，他的心态非常好。他一开始去工作的时候啊，这个上司啊，本来给他调的薪水啊比较高，他自己自动降，他说我不要这么高，我这样就好。假如我表现得很好了，这个老板您要加再加。假如你遇到一个新进人员了，你给他的薪水他还自己降，会不会印象很深？你看现在很多人去应征呢，年轻人去应征呢，问了一大堆问题，有没有出国旅游的机会啦，加薪啊，奖金啊，问一大堆福利啦，因为他们都被误导了。听说有一句顺口溜叫钱多事少离家近，位高权重责任轻，位要职位要高，权力要很大，然后责任又轻，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啊？位高权重责任轻，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所以你看呢，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做白日梦了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啊！现在都是好高骛远，急功好利，没有付出啊，就先想要收获了。你看这样的人能被重用吗？所以年轻人应征啊，什么都问到了，都是问到啊，公司给我什么，却没有问出一句我能给公司做什么。所以现在假如有一个年轻人来应征，然后呢第一句话就问我能为公司做什么，那我看这个态度呢一定会让这个应征的这个经理主管呢刮目相看，就懂得先付出而不是先计较。所以这一位朋友啊，他就是先付出不计较，薪水也不高，而且他的工作很努力，因为他的心里啊，他心里想说我刚踏出大学啊，我又没有工作经验，这个老板呢、没有跟我要钱，我没有经验他还用我，用我呢给我这么多的机会磨练之外呢还给我薪水，哇，你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，又栽培我又给我薪水。所以他是怀着感恩的心啊来工作，而且他都是自动加班，因为他觉得这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学习，都是在提升他的能力，所以他加班不止不要加班费，还感谢公司给他这些磨练的机会。所以你看人啊、快乐跟痛苦啊，天堂跟地狱啊，一念之间啊。而他这么欢喜的付出啊，当然老板也欢喜的栽培他嘛。所以他们公司啊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想想，这个升官升的最快的是谁啊？薪水升的最多的是谁？所以越不计较的人，越有福分啊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自己假如当老板啊，要用什么人才啊？难道用个斤斤计较、常常跟你抬杠的部署吗？所以做事多一点，真的好的长官啊、好的长辈啊，他们都有非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，唯有真正肯干、真正不计较的年轻人才能承传他们宝贵的经验。再来
度量大一点，因为每一个人啊都在学习的过程，对人啊不可以刻薄，度量大一点。很多人说他都那么大了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其实呢，我们心里要想，我们去责怪他人，我们生气了，对自己对他人都没有帮助。所以人生做对己无益，对人也无益的事啊，无益的事情，这个叫愚痴啊。这种事怎么能干呢？所以他人做错的事情，我们能包容，我们能想到他们都是没有闻弟子规啊，没有闻这个古圣先贤，没有闻佛法，所以他们不懂，所以才会做出这样不对的事。所以就是包容。所以师父讲了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我对的呢也是错的。你看人为什么度量不够大呢？往往都是坚持己见，就是我对，就是他错，就是他得给我低头。但师父是讲啊，我对的也是什么错的，我们坚持我对他错了，我高他低了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啊已经不慈悲了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啊有高下，有傲慢在其中。我们是拿着经典啊去衡量别人，而不是要求自己的。这个就变成严以律人啊，宽以待己了。这个有点修的颠倒了。所以我们坚持自己对了，跟人就是对立的状况了。就是我比较学问比较好，他比较低了。这个心态啊，不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。所以固执自己对了，这个就是已经跟觉悟相违背了。修道人时时保着一个慈悲的心，而不是去固着自己是对是错而已啊。所以真是慈悲了，当看人犯错了，不止不跟他在那里论个长短，更重要的是怜悯他犯错。因为先人不善不是道德，无有愚者殊怪也。为什么说他错的也是对的？这个错的也是对啊，这个对叫做其来有自啦。就是因为他没有好的家庭教育，没有好的学校教育，没有好的社会教育，现在把自己的这个本善的心啊搞成这个样子嘛。所以我们能体恤得到啊，他这个错是他以及家庭社会的不幸，所以我们更是用一种怜悯心去面对啊，去把他引导到对的地方去的，哪还有时间在那里跟他计较对错呢？他一味的慈悲心对的。所以这个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这个对就是正常啦，施教以后的正常现象，我们应该包容宽恕。所以度量大一点，脾气小一点。这个发脾气啊是最傻的，伤了自己呢又伤了别人，还把别人往地狱推。因为一个人发起脾气来了，整个办公室的气氛就像地狱一样，很痛苦了。好，第九，效率高一点。其实说实在的，前面这些态度都具备了，做起事来效率也很高了。好，所以这一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心态。当然这个效率要高啊，也要多学习，多请教。自己有了很多的经验，办起事来比较顺手。再来，动作快一点，动作要快哦，心不可以急躁哦，是该快的时候呢快，不要慢吞吞的拖拖拉拉，延误到呢其他人的时间，其他人的工作，这样就不是很理想。好，
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君要忍，臣也要忠，也要好好的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，来对得起这一份工作，对得起这个团体企业对我们的栽培。那五伦关系当中啊，第三伦呢是夫义妇德，夫义妇听啊，这个我们刚好在之前呢有提到这个婚姻啊，这个婚字啊代表黄昏，男表阴啊，男表阳，女表阴，这个黄昏呢、属于阴，所以黄昏的时候啊是阳往阴来了，阳过去了，阴来了，所以阳过去了，所以 娶妻的时候啊是男的去过去迎接，阴来了把媳妇呢娶进门来，所以这个都是表啊，男人主动去迎娶。在这个《礼记》的《婚义》里面、就有提到和两性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祭后事。你看我们在好几年千年前呢、就知道和两性之好啊，同性尽量不结婚呢、你看在几千年前就知道这个遗传学了，这个同性结婚呢、血缘太近了，容易一些不好的遗传基因啊会出来了。这和两性之好，代表着婚姻就是让两边的家庭呢、都放心啊，都越来越和好和乐，这个才是我们结婚的真正目的哦，而不是结了婚之后搞得两家人的心神不宁啊，都很担心了、那就不对了啊。上以事宗庙，侍奉祖宗，上以事宗庙就上一代，下以继后世，后有好的子孙，所以一上以事宗庙是一个老上一代，下以继后世是儿子下一代，所以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所以一个老跟一个子就是一个孝字啊，所以婚姻真正的意义啊也是在承传这个孝道，所以我们走上婚姻的人呢、都应该让父母放心，让祖宗放心，也呢教育好下一代，让下一代能承传祖宗的这些智慧，承先启后，让他们也能继续把人生呢经营的这个幸福美满。而当时候迎娶的是一开始啊，因为这个是人生大事啊，也是一个家族的大事啊，所以当这个新郎啊要去迎娶新娘以前呢、还没出自己的家门呢、父亲呢、亲自端一杯酒啊敬自己的儿子。诸位朋友，假如我们今天坐在餐桌上呢，然后爸爸端一杯酒说，儿子来我敬你，我看呢我会从椅子上面掉下来，承受不起啊。那父亲非常尊贵的，我们都是很敬畏父亲的，怎么可能父亲来给我们敬呢？都是我们敬父亲才有这个道理。但是迎娶那一天呢、父亲给儿子敬酒，而且儿子不用回敬，哇，你看这儿子受此大礼啊，父亲是代表祖宗啊敬我们啊，你看我们祖宗代代相传都是很清白啊，都是很有德行的，所以你现在要结婚啊，要承传这个家族法脉，
所以今天这个责任重大，敬这一杯酒啊，代表我们要把责任给扛起来了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一个新郎啊，还没踏出家门呢，父亲这么一敬呢，你看他的心态非常庄严呐，非常肃穆，非常恭敬的态度来迎娶哦，而不是现在呢去这个结婚的时候在吵吵闹闹的，在那里闹的。那个不太像话了，在那里嘻嘻哈哈的，不是这样，都是非常严肃、非常有责任心的来面对这个婚姻。而且到了太太家了，一到家门啊，那都是岳父岳母啊，在门口等待呢，给你行礼啊。然后呢，新郎，那我们都看到那个迎娶的时候，新郎穿什么服装啊？要穿状元服，有没有？那个是结婚那一天才有啦，那个平常不可以随便乱穿，代表那是很重的责任哦。结果进去的时候，岳父岳母亲自啊，把自己女儿啊交到新郎的手上，你看那每一幕都是一种责任。我们都要对得起那个太太的父母才对啊，所以我们文化的这些礼仪的背后啊，它都含有很深的人生道理在其中。我们不去了解的话，不清楚整个文化里面呢的博大精深啊，对我们人生呢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启发。好，所以出。这个迎娶出门的时候啊，还是新郎啊亲自帮新郎、新娘啊驾马车，都是那一份这个相敬如宾啊。到了夫家了，他们有一个交杯酒啊，大家呢对这个交杯酒比较不清楚了，其实这个交杯酒呢是用。一个像葫芦的植物啊，泼成一半，拿来做杯子，然后盛着甜酒，夫妻啊喝这个交杯酒。而这个葫芦啊，它是苦的；而这个酒啊，它是甜的。所以喝这个交杯酒是提醒夫妻两个，从此以后要怎么样啊？同甘共苦，要这样去面对婚姻啊，那彼此才是无怨无悔啊，就绝对夫妻之间是没有计较的，同甘共苦。而且因为是同一个葫芦啊劈成一半啊，所以也代表夫妻两个是什么，是一体不可分的，所以夫妻一条心呢，黄土变成金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先谈到呢这个夫义妇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